一楼还有，干嘛呢？还有一只假象。No！假象，我假象。对。我不知道是二楼还是一楼。二楼吧。应该是一楼吧。我操，二哥速度太高了，二哥。我操，受不了了。打完再说吧，装备。好，就上一个。就是。我操他。大厅吗？绝对枪，绝对枪，三。打倒了。他三一甲。兄弟。啊。什么意思呀？啊？人都没看到，直接把我喷死了。这是啥意思啊？啊？欢高会有啥意思？欢高会有公司啊？这啥意思？连上。他怎么换子弹？目的还在啊。OK， 我打。我跟你讲，我帮你。兄弟，有可能是个锁子。这位置拔太。有可能这个 MK 是个锁子。有点准，有点准，小心点。我封烟了，我准备往后溜了。啊！上只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呢。两手。救起来了，我操！得把咱的卡尔开上。站到车后再拉。死完了，这个得倒一个，我迈不过去啊。顶呗。房子里，房子一楼，房子一楼。死完了吗？直死吗？直死，直死，直死，死完了好像。最后趴了一个，可以贼。在这车后倒了，飞车。太远了，来八道。右边有个想干拉的兄弟。想干拉的在哪儿？看看。开枪。倒了，倒了是吧？哎，我进。我在看那个车库的，车库里能救啊？救出来是两个，只有一个。别人只有一个，一个打打二。我打到那个别人，他爬回去了呗。我帮你把人偷。他爬不回去，他爬不回去。有个马刚才在架我。那个要拉。有个反馈，有个一滴的。我打不到。烟里去了一个，烟里去了一个，舔空洞那个去烟里了。先卡左边吧。行。左边的在哪？找了一个，还有个在烟边，有个还有个标点烟，标点烟有一个，不打呀，他们有人，就打一枪，就打一枪，上去打一枪，看到看到，你直接压，直接压，直接压了，他大姐打你，江门看的，他在这趴着打药，就他了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。